有肢体接触的，回来他很开心，就说他手不洗了。跟女神一起表演真是开心，已经期待三天三夜了。我不是什么拍脚的，我是我跟我女儿做的披萨。想到爱与彼此都有另一半，不能全心去爱对方，那个心，那个激情跟饥渴的心就隐藏在心里。演艺圈内的女生，她都寥落指掌。人家说真的吗？而且连最新的。嫩妹他都知道，真的吗？对，他就是常常会跟我讲什么他喜欢什么优尼啊，阿碰啊，都知道阿碰那些。我想说这些阿碰，我有听说，我想说这些是啥？有时候我都还有的都对不起来谁是谁，然后他都比我还清楚，所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。而且他甚至像之前啊，他就是都会说什么他也喜欢长腿长的，腿就是他的那个致命点，是哦，腿控，对，他是腿控。所以我就说他每次就是会看一些照片啊，然后甚至之前他就有上节目，然后就会跟那个女神 AV 女优波多野结合拍影片，影片呢就是要演一段什么 love love 的那个剧，然后还要那个有肢体接触的感觉，要握手，然后还要就是有那种摸来摸去，太幸福了吧？对，有摸一下搭个肩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回来他很开心，就说他手不洗了，然后我就说你手不洗，你三天都不要碰我，就是很夸张，然后他还很得意耶，就这样手一直这样子 ，Oh my god。怎么回事？我觉得这样不太对。三天不跟你讲这些东西呢？真的，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阿碰你真的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他今天哈刚好，因为那个阿碰就是刚好是破那喜欢的那一些，完全是他的菜，天菜，天那个菜。你信不信？他来到现场，哇！欢迎阿碰出场。你现在在人家老婆的面前，你会带孩子吗？会。喜欢小孩吗？看着咪咪讲。会。这个如果破在这里，请选择。对，到底哪一个？我很难选择。左边还是右边？这个选哪一个？来，我们来直接考验，好吧？哦，大家听不休息哦。好 ，OK， 不能生气哦。来。波哥好，我是这次要和你一起表演的阿鹏。嗨，阿鹏，期待期待，能跟女神一起表演真是开心，已经期待三天三夜了。哈哈我不是什么女神，哈哈，女神经吧？你是女神啊 ！PTT 表特版讨论度超高的，超人气，想不看到都没办法、啊。而且你也是我心中性格女神，加油！真的吗？太开心了。波哥也是爱家好男人典范，而且他还PO出这张照片，收起来了。我还有当时爆红的照片，2018年12月5号，对吧？我都有追踪爆红女神，尤其最近这一波阿碰真的是各方面都很完美啊！看好你，谢谢波哥，有前辈的鼓励，太开心了。我先去帮我两个女儿洗澡，我老婆在旁边碎碎念的，哎呀，烦！波哥果然是好男人，加油！我们一起加油，拜！好，哎，来了，主动，主动。女神早安，吃过早餐了吗？9:27还没呢，波哥呢？9点。哇，拍早餐了。是我跟我女儿做的披萨，好丰盛哦，手艺真好。有机会再分享我跟女儿做的，吃吃看啊。怎么这么好？我先去上通告喽。上节目加油啦，拜拜。哦。OK。好。阿碰帅妹子睡了吗？还没呢。我想到主题了，我们做旧情人复合之舞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演旧情人吗？有一天，我们走在路上，忽然看到了彼此，你对我忘情不了，于是我们就在街上热情的拥抱，一时之间天雷勾动地火。但是又想到爱与彼此都有另一半，不能再全心去爱对方，所以，那个心，那个激情跟饥渴的心就隐藏在心里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表现的舞蹈是很激情，是那种炙热的爱情，那种一爆发不可收拾的禁忌之爱。哎呦，有敢于说真的，你长得像我某任的旧情人，臭男人，这个就是在出手，这个就在出手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还给我爱这么太
好像我老师在念，好像我老师在念课文，很不错哎。好啊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哎呦，哇，真的吗？哪一任？就差点结婚那一任。知道吗？怎么可能让他知道？哈哈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哈，别介意。哎，谁无过去，现在幸福就好啦。那就照这个方向，我来跟婷婷说喽。OK。期待合体，周日舞蹈教室见。合体，拜拜。又来了。然后又抛一个食物的照片，又抛食物照片，抛好几天呢。对对对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会做菜的男人帅。那也要有人欣赏，老婆跟女儿都吃腻了。怎么会？妮妮姐看起来很幸福呢。对啊，都要把我吃掉。啊，其他很多艺人啊，都常来我家吃饭啊，思雅还会先点餐啊，下次想吃什么，尽管点。你会做口水鸡吗？哇，我没做过哎。但为了你，我立马学学吧。波哥人真好。没有啦，我本来就好客又爱煮，下次大家一起约嘛。蛮久的，无法久的。帅妹棚大热门说通告要改时间，烦，哎，点播我难过，好可惜哦。我动作都想好了，想说可以提供给舞蹈老师。没关系，下次再合体。对啊，哎，舞蹈不成没关系，哎，但记得来吃我做的菜。阿碰限定版，还限定，哎呦，真的学了？一定啊，学好了，说到做到。那就约咪咪姐一起。哦，当然啊，她负责跟小孩玩，你是客人，负责吃。哎呦，哎呦，哈哈，可爱。通告确定取消喽。OK。啊。哎哦哎，捧你的照片 OK 哦，补回来，补回来，有捧你的照片 OK， 补回来。Kiss Kiss， 哦，当时你觉得有一个界限在，我觉得他是浪子回头了。对啦，是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背着我就不讲，你就光明正大邀请来我们家吃饭 ，OK。